手上这个是一个3.6米的一个飞盘网啊，然后小飞盘啊，1.5米的网孔，希望把它打远一点啊，把这棍子拿掉啊，打远一点，先把盘子放平啊，链条分匀啊，这个链条把它堆起来啊，好，弄好之后呢，来从这边啊吸一个高的位置啊，然后呢提起来两根拉线啊，来抓到上面来啊，开个舵门啊，然后这边拉开一样的啊，从吸高的高的位置来开始抓网前网啊，边抓网边抓拉线啊，这个网衣吧不要抓的一团啊，要抓的稍微有层次点啊，最后面的话呢，来这边啊，弯腰来挑一点啊，把盘子露出来。理完网之后呢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稍微打远一点点啊，来一推一荡。啊，这个距离还可以啊，就看看下面有没有鱼。收啊，没什么太大的动静啊，有鱼有鱼啊，魔飞鲶鱼，来开始杀，现在留着离下网啊，来开始撒啊，这个网的话呢比较大啊，就是适合撒桥啊，不适合撒平地的，好吗啊，看到抓的手里面都有很大一把的啊，来理好了啊，撒一把，开度还是有啊，兄，我怕撒到船。这个桥比较高啊，哎，有鱼，有鱼，有两条。这个新网开着，哎，三条鱼，哦，桥高啊，拉着了，别累啊。